大家好，我是 Eva， 又嚟到新一集嘅新货推介。事不宜迟，我哋即刻嚟睇下今个星期又有啲咩新货啦。首先讲下 MST 啱啱颁咗两款嘅1:10尾驱漂移车，分别系 RMX-2.5 轴动经典套件，同埋 RMX-M S Pro。RMX-2.5 擁有經典設計，靠著出色的穩定性而聞名，新手玩家都可以更容易控制和體驗漂移的樂趣，而且有多款的升級配件，無論是入門級還是專業級的車友都適合玩。而 RMX-M S Pro 就比較適合進階的玩家，採用專業 M 車漂移底盤以及工廠設置，同時亦都有多種的升級選項，可以隨時提升它的性能潛力。 RMX 2.5 還有多款的車殼可以選，漂移車迷就記得不要錯過了。之後就來講下 Maverick， 它今期翻了三款的遙控車，分別是 Ion RX 1:18四驅拉力賽車、Ion XT 1:18四驅越野卡車、Phantom XB 1:10越野車。 Maverick 是 HPI Racing 旗下的品牌嚟，主要是針對啱啱入坑或者入門的車友。啱先提及的三款都是 RTR 遙控車嚟，不需要組裝，開箱即玩，非常之方便。想試下玩遙控車或者試下不同車款的車友，就可以考慮下這幾架的 Maverick 遙控車啦。最後是 wrap up next 翻了幾款的 Tamiya BT01 專用零件，有興趣的話就快點上來我們的網站度望下啦。那今集就來到這裡先啦，喜歡這條片的記得 like、comment 和 subscribe 我們的 channel， 那我們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